家好，今日同各位介绍海南师范大学。海南师范大学是建校于1949年，前身是海南师范学院，现时是省部共建的高校，海南省重点大学，亦都是中宣部同校共建新闻学院的高校，已经培育了18万以上的基础教育的老师和各类的人才。学校是有23个学院，博士生点一级的学科是有5个的，内地学生是21,560人。校区是有龙昆南校区和这个桂林阳校区，占地面积大约是207万平方米，总教师人员是1,190人，其中有19位院士和81位博士生导师，校训是崇德常学，求是创新。咁学校呢，目前呢系同外边呢系有对外嘅合作嘅，系海南呢唯一一间黎琼嘅留学生嘅预科学院，亦都系同美国嘅夏威夷大学等等82间大学同埋教育机构合作，亦都有同马来西亚世纪大学系共建孔子学院。学费方面呢，教育学类、中国语言文化类同埋历史学类呢是人民币4,180元一年嘅。咁至于其他嘅，包括呢一个理工科嘅教育啦、心理学、法学、外国语文学、工商管理、经济学类、金融学类、财政学、经济贸易、数学、统计学、计算机、物理学等等的学科，咁咧就系4,620蚊人民币一年嘅，住宿费大约系600至1,470蚊人民币一年。至于生活嘅伙食啊或者杂费方面咧，大约系1,800蚊人民币一个月嘅。咁对 DSE 考生嘅入学要求咧，系中英数通识。是分别要获得3322的最低分数的。至于还有哪些学科和专业是可以招收香港的文凭学生呢，请大家参考这个升学指南的265页。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先，多谢这么多位。